歡迎收睇 Fit 開有條路。咁有唔少嘅女士啦，為咗增強自己嘅自信心咧，而考慮去隆胸嘅，從而咧令到體態咧係更加之完美。外觀固然之重要啦，但係有啲女仔咧，天生左右乳房嘅發育咧就係有啲差異嘅，亦都有啲女士懷孕完或者係餵哺完母乳之後，大細胸嘅情況都幾厲害下嘅。而又有啲女士咧患咗乳癌之後，因為咧做咗呢個切割嘅手術啊，發現自己個胸部變形咧而變得唔開心。究竟有冇方法去解決呢一個乳房大細不一嘅問題呢？今日我哋請嚟整形外科專科醫生陳兆龍 Dr. Richie 同我哋講下乳房重建嘅問題。講到乳房重建，可能女士比較關心啲，但係乳癌都可能要聽一下，因為男士都可能會有啲咁嘅關注都未定嘅。不如咧，我又問一下 Dr. Richie 先啦嚇。咁有啲咩女士咧係會比較適合做乳房重建嘅咧？乳房重建咧，基本上任何類型嘅乳房嘅缺損啊、變形啊，我哋都可以透過手術或者其他嘅方法做一啲重建。咁我哋較常遇到嘅咧，最多其實就係乳癌病人啦。咁佢哋無論係局部保留嘅乳房切除法啦，或者全乳切除，甚至乎兩邊乳房切除，我哋都會用唔同嘅方法同佢哋重建。另一類我哋都做得比較多嘅病人，就係一啲產後嘅媽媽，特別係哺乳之後，佢哋覺得自己已經 complete 咗個 family 啦，完成曬生所有嘅小朋友啦。咁佢哋開始發現，咦，自己嘅乳房同生之前個形狀大小都爭咗好遠。咁就有時唔開心嘅話，都可以有方法幫我哋改善嘅。講開就乳癌可能大家都比較認知多啲啦，不如我去講多少產後婦女，因為好少我聽話產後婦女通常成副心機都係去譬如餵哺母乳啊、照顧 BB 啊，咁又好少我聽佢哋話會去乳房重建。其實通常喺懷孕期間或者生個 BB 之後，個乳房會出現啲咩變化嘅咧？其實我諗好多人都知啦，喺懷孕期間咧個乳房係會變大嘅。咁特別去到懷孕後期咧，可以比原本嘅 size 大咗可能兩三倍都會有。咁如果產後媽媽決定咗哺乳喂人奶，咁而家亦都係實際上越嚟越多人係選擇呢個選項啦。咁那個乳房甚至乎會更大嘅。咁當媽媽完成咗喂人奶啦，咁可能過咗一年，咁佢可能發現，咦，原來我個乳房係翻唔到原本個樣或者原本個 size。咁最常見嘅主要係兩種情況啦。第一就會有一個好似叫萎縮嘅情況，咁個乳房個 size 咧個容量咧會比產前細咗嘅。咁第二咧，佢會發現甚至乎有啲人有啲輕微嘅下垂嘅情況。咁主要原因咧就係佢懷孕期間咧，甚至哺乳期間咧，嗰個容量大得好緊要。胸部的皮膚嗰個拉扯咧，造成一個好大嘅張力。咁當呢個張力冇咗，即係佢完成咗喂人奶呢個使命啦。咁佢就開始有啲多餘嘅皮膚咧，縮唔翻原本個 size， 咁就有啲下垂嘅情況。咁呢啲情況都久而久之咧，媽媽初喺喂緊人奶啦，好忙又唔夠瞓啦，又淨係專注夠唔夠奶啦，專注個小朋友咧，可能頭幾個月好少諗，咁到佢比較 settle 啦。又喂完人奶啦，開始多少少注意力翻俾自己嘅時候咧，會注意到呢啲嘢啦。咁有時就會揾我哋幫手咯，將個乳房係去重建啦。係。咁同一般我哋成日都聽到啲人話想個 size 大啲嘅隆胸，係有咩分別啊？我哋成日都話重建同埋隆胸嘅分別係咩咧？重建咧就係我哋希望將你帶翻去你原本個 norm。我哋叫，譬如呢個係你嘅正常，你係生完之後可能翻唔翻你原本個位，我哋咁樣叫重建。可能你原本就係咁多，你想要多啲，我哋就叫做隆胸。咁但係呢個係一個理論上嘅分別啦。咁但係當然實際上，當你重建嗰一刻，我哋有好多方法，我哋可以慢慢傾。咁但係我哋透過呢啲方法做到乜嘢嘅 size， 可以係比原本細少少，可以 exactly 同原本差唔多，甚至乎比原本大少少，技術上都做到嘅。不過我想答回你的問題就是，如果一開始是比起你的正常有差距，因任何原因都好，我們去嘗試修復它，我想這樣就叫重建。
另外就係嗱，頭先講到就話可能係嗰個乳房咧懷孕嘅時候膨脹都好犀利，就好似個氣球咁樣就漲咗，但係縮唔翻去以前嘅水平。咁你可以想象到嘅形態會點樣啦？咁另一方面就有冇其他問題咧？譬如我啲朋友講到就話可能會有大細不一嘅情況啦，又或者係個乳頭咧，因為你餵哺母乳嘅時候 ，B B 仔咧佢哋唔識個力度噶嘛，咁就可能會損咗個乳頭。呢兩方面會唔會都需要乳房重建嘅咧？其實很多婦女本身都有少少大小不對稱嘅，咁但係產後之後有些時候會更加明顯。咁至於你講嗰個乳頭同乳暈的情況就很常見添嘅，即係餵奶的時候 B B 會整損是一樣嘢啦，咁但係多數都會好翻嘅。咁但係完成了餵奶之後很多時候婦女遇到的問題就是第一個乳暈會大了，咁我哋正常講緊個乳暈個直徑可能是大概四 cm 到啦，或者四 cm 以內啦。咁真係大咗嗰啲人可以成六七 cm， 咁佢就會係啊，佢就所以心理上會雖然冇乜人見到，但係心理上佢會覺得好唔舒服啦，覺得好唔自然啦，唔係自己啦咁樣。咁另外咧就特別係嗰啲餵人奶嘅媽咪咧，特別可能餵咗幾個或者餵咗好長時間，咁佢哋個乳頭咧會好長嘅變到。有些人覺得美觀上沒那麼好看之外，亦都有些實際上的困擾的，例如他可能因為真的太長了，穿衣服的時候點遮都遮不到，會有些社交上的尷尬，有些不方便。另外他亦都會有些情況是他真的太長了，經常捽住，譬如有些女士很喜歡運動的，咁就會成日捽住佢，就會好唔舒服，甚至跑步嗰陣時係啊，跑步啊，或者行山啊，或者一啲劇烈啲嘅運動啊，咁佢哋成日摩擦咧，就會有時損啊，或者甚至乎好唔舒服咁樣。咁呢啲都係一啲原因，係會令到女士想對佢哋嘅乳房作出一啲改善。有啲女士啦，天生係會大細邊嘅，或者係可能係產後哺乳之後咧，會引致一個大細邊。咁你去幫佢重建嘅時候，係依照佢大嗰邊去加翻大另嗰個啊，定係照佢細嗰個就將大嗰個縮翻咁樣啦。其實兩樣技術上都做到嘅，咁啊多數都係同啲女士傾一傾。不過咧，頭先都提過，整體嚟講咧，生完之後多數都有少少萎縮，所以就好少會話會做一個縮細嘅手術嘅。咁可能如果真係大細爭好遠嘅話咧，可能我哋細嗰邊就做加大多少少。大嗰邊就一係唔加或者加少啲咁樣，咁我哋做嘅目標希望都做翻個對稱性出嚟嘅。同埋阿宇陽都問到咧，頭先嗰個隆胸同乳房重建嗰個問題啦，嗰個分別。咁譬如你去到重建嘅時候，你唔多唔少都要填充㗎。係。咁譬如填充個乳房嘅時候，係咪用我哋成日都聽話隆胸嗰啲嘅植膠啊，定話係用其他嘅物料咧？你講得好啱啊！其實喺我哋做乳房重建，其中一樣主要嘅嘢就係補充翻個容量，佢失去咗個容量。咁傳統上咧就係植膠袋啦，咁但係而家咧我哋再有啲新嘅方法，係好多時做脂肪轉移。咁而事實上咧，我亦都發現越嚟越多病人係選擇脂肪轉移呢個選項嘅。我諗我見過個病人一般每一個病人我都會同佢傾曬呢兩樣嘢。咁差唔多八九成嘅人而家都選擇脂肪轉移。好多原因嘅，第一就係植膠袋咧，始終係一個外物。咁咧，佢一個外物咧，好多人心理上都排斥擺一個外物喺身體度咁耐。咁特別係我哋頭先都提過，呢啲有啲重建嘅女士，佢其實唔係想隆胸，佢想要翻原本個 size 或者形狀。咁變咗佢哋唔需要話好大，我淨係想要原本我咁上下就得啦。咁其實唔需要用到個植膠袋。咁第二個原因咧，就係近年咧，植膠袋咧係發現咗我哋特別一種叫絨面嘅植膠袋咧。發現了原來有機會導致淋巴癌，不是乳癌，是淋巴癌。咁就醫學上咧講緊大概是28,000至30,000個植膠袋植入咧，就有一個淋巴癌嘅 case。咁對於一啲非必要嘅手術而帶有一個致癌嘅風險咧，始終喺一個心理上又好，道德上又好咧，都係有少少好多考慮嘅，咁變咗好多人會有少少保留，所以而家越嚟越多人就做緊一個脂肪轉移啦。咁第三個原因咧，就係其實我哋醫學上咧，我哋經驗上知道咧，擺咗一個植膠袋之後咧，多數咧十幾二十年後都會因唔同嘅原因攞翻出嚟嘅。咁可能係因為佢走位啦，
可能是因為它穿了，可能是因為它已經不喜歡了，因為人會老，你的直膠袋不會老。哦，明白。慢慢就越來越不自然，所以很多人就比較不傾向選擇這件事。咁啊，脂肪轉移點做咧？主要就係喺個大髀或者腹部啦，做一個抽脂嘅手術。咁抽完之後咧，我哋會處理咗啲脂肪，打翻落個乳房。咁喺翻按翻我哋需要嘅位置啦，甚至如果有啲左右唔對稱，或者有啲位置想重點做翻多少少容量嘅，我哋就可以重點注射多啲。具體嚟講，這個脂肪轉移點做咧？繼續黐住我哋啦，陣間翻嚟繼續 fit 開有條路。乳房重建技術上可以做到升級或者乳房增大的效果的，但是當然很多時候乳房重建是講緊癌症切除之後單邊的重建，所以如果我們要將那邊乳房做到比原本的 size 大的話，對面的乳房亦都同時要做一些手術去令到它們做回個對稱性。繼續 fit 開有條路，頭先我講開咧就係脂肪轉移，唔單止係啲產後婦女，其實我都好有興趣啊。繼續請教 Dr. Richie 先嚇。其實個脂肪咧，我估啦，都係喺一啲比較多肥高嘅位置啦，即係譬如係大髀啊、屁屁啊、肚腩呢啲都可以抽出嚟去轉移到去胸部㗎，係咪？冇錯。咁但係女士咧，男士同女士咧開始踏入中年咧，其實個脂肪分布有啲唔同嘅。咁可能你聽啤酒肚都男士多啲啦，好少聽女士咁講。咁男人就比較多積聚啲脂肪喺個肚腩度，女士咧就比較多喺個大髀同埋 pat pat 度。咁所以我哋如果做脂肪轉移，最多其實喺個大髀嗰度攞嘅。咁即使話我哋有啲女士好瘦嗰啲，就算可能 BMI 講緊18、17嗰啲咧，好少喎。大髀其實都有脂肪可以抽到嘅喎。咁我哋喺大髀嗰度抽完嘅脂肪之後咧，我哋頭先提過就會做一個處理，處理完可以即時同一個手術咧，就打翻去任何需要嘅位置。咁喺我哋嘅情況就打翻落個乳房咯。咁呢個手術其實只需要一支同筆咁幼嘅管可以放咗入去就做到噶啦手術。所以啲疤痕咧其實好細嘅，大概縫每個疤痕縫一針兩針到嘅啫。咁就算埋好之後都唔係好覺眼，好似暗瘡啦咁樣嘅啫。咁我哋打咗落去嗰啲脂肪咧，大概個存活率唔係100%嘅，講緊係50%至80%左右啦。哦，有打折扣嘅，原來我以為抽幾多就打幾多喎，可以係。抽幾多可以打曬，但係佢打曬唔生曬嘅。咁但係生咗嗰啲咧，佢最大嘅好處就係佢永久，同埋佢嗰個質感基本上就係脂肪咁樣嘅質感。咁所以做出嚟嘅效果比較自然。你係咪一幅圖可以俾大家睇下咧？那個分布啊，可以係同之前的乳房都是一樣的，我都我見到很多粟米喎。冇錯，咁大家看到咧，呢啲好似粟米嘅嘢咧，其實就是一啲脂肪嚟嘅。白色呢個部分咧，其實就是乳腺，呢個係一個乳房嘅橫切面，即係如果將佢咁樣切開打側睇。咁咧呢個乳腺咧，就是我哋話有時驚生乳癌嘅部分。咁我哋打脂肪嘅時候咧，我哋其中一樣嘢咧就係避開個乳腺去打。我哋會特登喺皮底乳腺面嗰啲脂肪啦，或者乳腺底肌肉面，甚至乎好似呢幅圖咁樣打落去個肌肉底填啲脂肪落去。點解要咁做呢？因為我哋頭先提過，佢打咗落去個脂肪存活率唔係100%嘅。咁如果唔生嗰啲脂肪咧，大部分都會吸收曬嘅。唔吸收嗰啲脂肪咧，有少少機會咧會變咗水囊，甚至乎會鈣化。咁呢啲對身體其實冇害嘅，亦都唔會致癌嘅。不過如果任何女士摸到自己乳房有一粒二粒硬塊，都會好緊張啦。係啊。咁所以喺呢啲情況底下咧，第一我哋就希望佢照個乳腺造影嘅時候咧，譬如我摸到粒嘢，我照個乳腺造影，我見到其實係肌肉底嘅，咁唔會係乳腺嘅嘢啦，唔驚乳癌啦。咁所以我哋打嘅時候就專登打呢啲位。另外一個方法咧，就是每一次唔好打太多。咁每一次唔打太多咧，佢存活率就會高啲嘅。你打過量嘅話咧，整體嘅存活率會偏低，鈣化或者水囊出現機會會高少少。如果有啲女士話啊，咁但係我真係想，我原本係大啲嘅喎，咁一次做唔到好多喎，咁有啲時候我哋就會建議你分兩次咯，甚至乎分三次做。
哦，分三次都得嘅。係啊，其實實際上我做過嘅手術嘅女性咧，其實大部分都係做兩次嘅。嗯。咁好多時候我都係同佢講，你做咗一次先算啦。咁樣做咗一次，你覺得個效果夠嘅，唔需要再做；你覺得個效果唔夠嘅，亦都可以隨時決定再做。最少隔翻大概三個月至六個月咁，已經可以再重複噶啦。係啊。咁一般抽脂嗰度會抽幾多？嗱，我哋視乎你個需要啦。咁就我哋講緊一個 cup size， 即係如果細比較細啲嗰啲 cup size， 可能我哋講緊比較容易病人比較容易理解嘅，可能係 A 級、B 級、C 級咁樣講啦。咁如果我哋想由 A 級去到 B 級咁樣計啦，咁講緊可能係大概一個200至300 cc 嘅 difference 每一邊。咁即係話咧，我最後需要存活到大概200 cc 到啦，咁就會有一個 cup size 嘅分別啦。咁如果我哋頭先講五成至八成到嘅存活率，咁我哋可能每邊 aim 打280或者250咁樣，咁即係話我 total 要大概抽500至600左右咯。咁即係每邊大比大概抽300 cc， 咁一般都唔困難嘅。咁個脂肪轉移咧，其實主要係用喺一啲嘅產後婦女嗰度啦。如果係一啲乳癌患者，譬如佢真係全乳或者係半乳切除嘅話，又可唔可以脂肪轉移到咧？咁技術絕對可以應用落一啲乳癌後嘅重建病人，咁但係就要選擇性啲啦。乳癌後嘅病人主要可以分為兩大類缺損啦。第一類就係全乳切除，成個乳房冇曬；第二類就係我哋叫局部切除，即係話乳房保留手術啦，所謂 BCT。咁好多時候 BCT 嘅原意就希望我哋保留翻個乳房，令到呢啲乳癌嘅女士切除完之後都有個形狀。但係由於亞洲女士嗰個容量本身比較細啦，所以做完之後有一部分人咧其實有啲缺損嘅。咁呢啲缺損每個人都唔同，位置唔同，大細唔同，而佢亦都唔係全乳缺損用唔到直膠袋去重建，咁佢就特別適合用一啲脂肪轉移去重建。咁可以針對性喺譬如呢啲凹咗落去嘅位置，我哋填翻個容量俾佢。咁至於全乳切除咧，就好多時唔係喺即時重建，或者唔係話第一次重建嗰陣時做嘅。而是話可能我做完一個重建啦，我擺完一個皮瓣落去，哦，仲有啲大細唔同啊，有啲位置可能上半係比較缺損啲啊，咁我哋可以透過脂肪轉移去修正改善佢咯。咁但係譬如做完之後咧，會唔會話有一啲嘅後遺症或者係對佢個復康嗰方面有啲咩影響嘅咧？手術個風險啦，同埋嗰個手術嘅時間啦。咁我哋做抽脂嘅話咧，最驚嘅一個風險咧，就係話脂肪入血。咁啊，脂肪入血嘅話咧，視乎佢塞咩血管咧，有機會造成一啲嚴重嘅後遺症啦，甚至乎有性命危險。不過就好彩，而家就好少發生噶啦。特別係我哋技術上改善咗好多咯。譬如以前我哋係用一個好強嘅負壓，有少少真係就咁間粗扯出嚟。係啊，不斷咁樣去錯架錯架扯曬出嚟噶嘛，睇嗰啲片段係。冇錯。不過而家隨住技術改善咧，譬如其中一種我哋常用技術就叫水刀啦，水刀抽脂啦。我哋其實就喺扯出嚟之前咧，我哋就其實打一個正壓嘅水入去，將個皮底最鬆散嘅嘢，即係啲脂肪咧，先打散咗佢。咁血管、神經線呢啲比較硬啲嘅嘢咧，相對地個創傷係細啲嘅。咁我哋先將佢打到哦喺皮底有啲水浮住，有啲鬆散咗嘅脂肪，咁我哋就可以用一個温柔啲嘅負壓將佢就咁抽咗佢出嚟。咁呢個技術會令到第一血管嗰個創傷會細啲，變咗脂肪入血嘅機會亦都會細啲。第二嗰啲瘀腫咧亦都會散得快啲，咁個病人嗰個復康整體都會快咗嘅。脂肪本身都是我自己的嘛，所以它排斥的機會應該都很小很小咯。基本上沒有排斥的，正如你說是一個自體的組織來的，身體就譬如它放個直膠袋，它會起一層膜包住它，因為它是外物，但脂肪基本上完全不會的。早前一些時間就說是個nipples係會因為暴雨就變長，就可以將佢修復翻。咁嗰個手術應該係將佢剪細啲啦。咁會唔會影響到佢往後暴雨咧？首先我哋通常咧建議啲魚頭手術咧都係起碼你自己覺得啦，唔計意外啦，即係自己覺得已經完成咗個家庭啦，即係唔再生啦先做嘅。咁其二就係就算真係做咧。我哋好多時做咧就唔係真係就咁切除嘅，我哋會將佢個底嗰度割走咗少少皮，將佢成個好似褪翻入去少少。其實我哋冇整傷啲乳腺嘅，
不過有啲時候會對嗰個乳頭嗰個感覺有少少影響，大部分人都冇，有少部分人有。假如對個乳頭嘅感覺有影響嘅話咧，有啲時候就會影響咗我哋喂奶嗰個反斜神經。嗯。咁但係基本上個機會都唔係話好大嘅，同埋我哋基本上都係建議你覺得自己完成咗個 family 先至去做呢個 D 手術咯。因為冇意思嘅，如果我做完你跟住再生，咁咪又再咁啊係有啲再做過，係唔好攞嚟搞啦，都係。通常咁係啦，譬如嗰個脂肪轉移，即係對於個產後婦女嚟講，佢胃部母乳都唔會受影響係咪？因為嗰個乳腺都冇受到一啲嘅即係切除啊，或者係受影響。係啊，脂肪轉移理論上對嗰個胃哺乳咧，無論係嗰個反射神經定係嗰啲乳腺嘅創傷咧，都唔應該有嘅，咁所以唔應該有影響到嘅。嗯。所以整體嚟講咧，成個乳房重建唔單止話係對於個外觀漂亮啦，其實對於媽媽嚟講咧，提升個自信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冇錯。好啦，今日多謝曬 Dr. Richie 嘅分享，我哋下一集嘅 Fit 開有條路再見，拜拜。嚟緊幾集我會同大家介紹 X 型腳同 O 型腳嘅問題，好多嘅都市人都會有呢個問題，特別係女性。點解呢？就係因為你哋嘅膝頭哥向咗外，或者向咗內，你哋嘅外八字腳行路或者內八字腳行路，都會影響到你哋嘅肌肉唔平衡。嚟緊幾集，我會同大家講一下一啲嘅增強大腿肌肉或者 pat pat 肌肉嘅動作，點樣去舒緩翻你哋嘅肌力。第一個會同大家講一下 O 型腳點樣去改善嘅動作。首先，我哋咧用一條橡筋帶。箍在我哋嘅膝头哥对上，两只脚踩实喺地下，咁只要做一个咧好简单嘅动作嘅啫。好，开合喺做嘅过程里面，只脚咧依然都系踩实地下嘅。咁你用嘅力咧就系大髀侧边啦。咁呢个动作咧就系可以增强翻大腿嘅外侧啦。我建议大家15下为一组，做3组。